相遇，我会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，每秒都活着，每秒都死去，每秒都为着自己。我永远相信我的大脑比你的手速快得多，即使要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站在你这边。我们为的是大宋，为的是无数不愿经历战事的黎民百姓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坦坦荡荡的活着，觉得整个过得不算失败。他们外面不相信我，觉得我不行，我又要证明我自己，我可以。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。你可以走，可以出国，你也可以对我们私信。既然拦不住你一意孤行，我选择与你同行。你找到我了。梦想本身不会彷徨，彷徨的是追逐梦想的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新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新成。是演员张新成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新成。演员张新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。尤其表演是特别需要自信。当你自卑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那个时候去拍戏已经很好。那一天，那一刻，那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。最开始没。大家都骂你，但如果到后面，大家都直接不说你的问题，直接都夸你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你怎么可能永远那么好？不可能的。人就是多怕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不行了，其实真的不行。后悔都对着你的。如果你给自己想好了单臂，你可能永远做不好。我觉得这个。没有回头路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我会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。